音乐数据由你说，榜上歌手有话说，歌手景龙来做客 UNITALK 了，感谢有你音乐榜的邀请。不要做挑战，做到了有惩罚，做到了就有惩罚呀，不是奖励。你们今天没带什么别的东西来？啥？你又想要啥？没事没事，腾讯有什么啊？退腾讯有会员是吗？我已经充了一年了，明年的安排上吗？那我就可以跟你们先小小简简单单玩一下，来吧。我没作弊，哎，我作弊，没看到。第二个，一会儿如果做了就要锤自己。好，没问题。好，反正也不打我。我是景龙，我的出生日期是1997年7月7日，我的出生地是辽宁沈阳。其实我原先小时候不叫这个名，我原先小名叫景一凡，但是我的侄子们孙子们的孙，我真有孙子，因为我在家里的辈分在我爸那边是特别大的，我的侄子都27、28了，他生的孩子肯定是孙子。不是，怎么敢骂人，然后就想改做景龙。然后为什么不叫大龙的龙呢？因为我的侄子也叫龙，所以说我就改，就是叫朦胧的龙，井里的龙嘛。月朦胧，鸟朦胧，18岁的孩子们都管我叫龙哥，同龄的有管我叫小龙子的，龙呢，龙儿弟弟，粉丝叫我 mother， 耶、yeah ，啊，我的帅气。最近想学习的技能就是如何发家致富，自己挣钱，自己开店，自己挣老板。老板，我已经是老板，请叫我景老板，耶、yeah。你没事，你晃啥？这首歌讲的就是一个笑话。您单身吗？单身小友不愿再哭美了。没事，我就想问问，单身了，那你理会不到这种可能感觉。这首歌讲的可能就是，往往不一定非得是爱情，可能就是生活某一瞬间你觉得自己蛮可笑的，为他付出了这么多，到头来还是没有获得任何东西，然后人也就是爱答不理的，就是那种感觉。形容那些就是表面上在社会当中生活压力非常大的，你看你现在，你笑一笑。你看你现在就是嘴苦笑，其实对，完美形容了。为什么呀？就不能坑主持人是吗？小姐姐，此时我提问一句话，您听过有几首歌？对，小姐姐说了，她至少听过30首，但是我发表的歌曲呢，大概有10首左右。因为我的歌曲的内容也是蛮有多样性的，但是呢，就是大家喜欢受众面前，还是你喜欢的可能就是那几首苦情歌，就是可能跟我们个人经历有关。啊、哈哈哈哈，不是，因为你打我了，所以说我要记仇，所以说就是又开始了捂嘴。怎么了？咱俩今天没完。其实我的声音蛮多变的，因为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会学戏曲。大概就是这种的比较多一些。接下来挑战的风格呢，就是第一，可能从个人独唱变成了合唱，是中国的姐姐，然后没有那么特别大众喜欢的歌，对，是我自己喜欢的比较音乐风格。可以了吧，粉丝们，好疼啊！这个节目叫什么节目来着？有你音乐榜，记住它，朋友们。没，也就跟他跳了一些女团舞，来了个午夜场，蛮可怕的。能播得出去，大白天跳有什么播不出去？我们又不半夜搁被窝里，所以就半夜搁那个就是黑的那种午夜场，我们是白天场，我们那个就是很性感，然后我们穿的都很多。行吗，姐姐？姐姐，你看行吗？挺好的。那不算了。对，就是挺好的，在协调中。对，有50%了。档期比较满，开玩笑，不止他们，不止糖果超甜，因为大家可能对于他们就是印象比较深的，可能第一期给他们造成了很多的伤害，因为他们，我从当时我就能感觉到他们受了蛮多伤害，我觉得这是怎么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真的蛮替他们开心的。然后如果以后需要帮助的话，就可以随时提，然后呢，钱给少一点也没关系，但是不能不给。景龙塌房，开玩笑。我塌什么房啊，我一般爆的词都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词，要么我不要求爆。伴郎是什么好事啊，姐姐啊，当伴郎当3次以上，我现在已经当了能有快2次了，再当第3次就这辈子找对象也费劲了。景龙当伴郎不是什么好事。如果说景龙有个爆字，那就希望景龙登上全球有钱人第一名。人家以前可能觉得23到30。不要谈恋爱，不要早恋，朋友们。小朋友就是听点快乐的歌，快乐去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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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在参加之前呢，可能男女差不多，但参加完创造营，可能女性占比比男性要多一点点。
怎么创造营这么多男的喜欢我啊？我的歌大多应该是老爷们听的，看在现在参加创造营还是女性多了，所以说我这相当于答对一半。好，小学生比较多吧，因为这歌就是后来被他们弄的就是一个好玩的一歌了，你说我可笑吧，就是那种特别开心的唱了。请用凡尔赛文学的方式夸赞自己的粉丝。我觉得我粉丝对我也就一般吧，也就天天管我叫老公，天天就是怎么都要看到我，无时无刻都想要我的存在去温暖他们。凡尔赛其实我在别的地方用的比较多，为什么来到这个节目还是歌稍微就好那一点点。你不用害怕，我们不能对你怎么样。我景楼秉持着公主公的公公，向大家保证一下都是真的。是的，第一衡量的还是适合我吧，因为怎么说呢，很多歌你看，很多人说这首歌可能就是记忆点极高，但是唱的好的就是很少，因为怎么说它的难度比较大，比如说真假音转换还有高音等等之类，这是有的人是不可愉悦的，这就凡尔赛了，就是这是事实。你比如说丢了你这首歌很难听到男生翻唱能唱的特别就是惊人的那种，就是属于嗓音条件非常好的，按照我原 key 来唱的话，那个音到 high C， 还有不删这首歌最高 key 到 high 升 C， 这个音域可能对于我来说是舒服的，但对于其他人可能是不舒服的。你耳机里听到的旋律到头来容易输得一丝不挂，你要唱出的效果，八月中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一起跟唱挑战看看吧。我总在每一个黑夜想你，嘲笑自己傻得可以，你懂得珍惜，那么轻易丢了你。我会在下一个路口等你，悄无音息也没关系，再次遇见你，再次用力把你抱紧。听到了，里头很大声啊，棒棒棒棒，老大了。你说我可笑吧，借自己的伤疤，所有的深情都是……哎呀妈呀，干嘛呀？你说我可笑吧，借自己的伤疤，所有的深情最后都成了笑话。你说我可笑吧，那些受的伤啊，像小丑一样卑微的逗你嘻哈。好了，我知道你为什么放我歌啊。把孤独当中晚餐直接出来了，我直接慌了。所以说没有耳朵还是很难唱好歌的，唱好歌的基础先是耳朵好好使。对，胆量小啊。四超，不可以。都给他们爱喝的，给回味涛吧。好，下一个。我是人。我是百分之百帅气。没有。我自己的。骂人了，吓死我了！谁对接这个活动？下回不要接受他们采访啊！是的，他掏钱，他们小啊，古鲁林他都肯定愿意。喂，完事没有？完事了呀。那啥，那个，我现在结束了，然后那个，咱今天晚上上哪家吃？咱俩还谁呀？看还约谁呗，你看你能把谁叫出来，再咱去出去约呗。救命啊，你先回来吧，我觉得。我哎，但是我银行卡今天限额了，那啥，等会儿你买一下啊。没事，我买。行，挑战成功，太简单了这个。等那个采访呢，挂了先啊，下一个来直接挂。哎，刚我先打电话给我聊闲了，我聊他一个。我说我搁上海，你是不是还搁上海呢？对啊。我今天晚上我刚才又到上海了，刚才去拍了一个采访，还得捞啊，你今天有空没？你骗我。太聪明了，骗不到他。你哪有这么快哟？在采访呢，那就问你，请客吃饭吗？其实前天他就要请，但真心想要死你请了。你能请我吃饭吗？可以啊，你想吃什么？日料，可以吗？可以啊，你来呀、啊。我来。
那能买机票吗？你来，你晚上，你今天来我就不睡了，我们吃饭。什么玩意儿就睡了就吃饭？啥？你说啥睡了？你说一下我三个魅力点吗？三个魅力点啊？嗯。你会照顾人是吧？好肉麻，好恶心的，好肉麻，是吧？又唱歌又好听，人又长得帅。哎，不对，这个你肯定有点假了。前两天谁跟我臭美说你长帅来？你说你自己帅来着？我没说。你老跟我攀比，谁跟谁长帅是不是？你在碾压我你。我怎么敢？你跟你碾压我？不，我比不过你吧。哎呦我，凡尔赛了这。行了，拜拜，挂了吧，再见。太聪明了，现在。拜拜，没事，过两天我来找你。嗯，过两天见，拜拜。我希望乡村爱情，你们看过乡村爱情吗？里头吃那个饭就感觉贼好吃，象牙山那种，就是我从小也喜欢看那个，就是想一直想去象牙山溜达，就是想拍那种，就是在村里边生活。7000万呀，改备注，星星，第二个涛涛。第三个信瑶哥，我看鹏鹏留的是啥来着？小女儿任锦鹏。嗯，屏蔽，都屏蔽，因为信息太多的话，他会想影响工作，像刚才呜呜呜那种叫。都会选择相二结合为一，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算得上对。咖喱吧，这憋着吧，可能。但是我一憋着，所有人都能看出来。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喜欢我的音乐，接下来呢，我也会做出好的音乐给大家听。然后再次感谢有你音乐榜的邀请，非常开心今天，拜拜。